月2日，钢琴家朗朗晒婚纱照宣布结婚，并发文：我找到我的爱丽丝了，她是吉娜爱丽丝。两人身穿中式婚纱在巴黎拍婚纱照。据悉，此次婚礼仪式将在法国某酒店举行。作为凡尔赛宫文化交流大使，当晚朗朗会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婚礼晚宴。朗朗与新娘